发现爱，让爱无所不在。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夫妻本是同林鸟，比翼双飞因为恩爱。但是呢，你知道同行是相忌哦，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同行就会有竞争。那如果夫妻他们是同行的时候，而且他们又是艺人的时候，名气的部分怎么去衡量？谁比较有名呢？谁赚的比较多呢？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在演艺圈这个范围当中，如果夫妻同样的都是明星的时候，他们会互相彼此祝福，还是互相彼此嫉妒呢？今天的主题是，我的另一半名气大还是名气大？我们要来看看他们的相处之道，一起来辗转发现爱。好，我们今天现场是星光闪闪，因为我们有两组明星夫妻，首先介绍阿健老师跟雨妮。大家好，大家好，两位好。那接下来介绍是白宇跟钱媛。大家好。啊，阿健老师跟雨妮，两位介绍一下你们结婚多久，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结婚14年。十四年，对。你说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认识是因为我你在考他，这个不用考。那时候我到南京做节目，是我做节目，那时候他还是个大学生。才大学生，我们是因为一个便当，然后才产生了一个情愫。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到内地去哈，我放饭我不就去拿便当，就是他很好意，就说阿健老师，我带你去拿便当，然后领着我去拿便当到一个地方，还我们两个人吃便当，就聊聊聊聊聊聊，显然这个情愫就起来了。对，情愫就因为雨妮一开始对阿健老师就有一点好感嘛。我们之前就录了几个月了，然后他是几个月之后才来。你知道那时候我对台湾的男生的印象就是很会爬妹妹，就是他们会一直讲好听话耶。对，就一直没有是你碰到那几个特别会，对，他们很聒噪，一直逗你开心，然后一直说哎，录影完要不要去吃饭？真的，我老公就是那种刚到一个陌生的场合比较内向的，所以他。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跟别人聊天，也不会主动过来跟我聊天，他就一直在那边弹钢琴。你知道一个其实侧面看鼻子挺挺还蛮帅的男，十几年前，现在还是很帅，对，然后又很内向的在那边弹钢琴。你知道那时候少女心中有多少个粉红泡泡这样出来？我想说他一直都不跟我讲话，那换我先跟他讲话好了。你就突然在想说怎么他都不来？对啊，他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台湾男生不是都应该这样，他怎么都不来？那我就还蛮喜欢这种型的，我就借由。有一个便当之名就跟他是哦，所以你有一点点也是那种就是不太服气的心态，想说姑娘我那么美。那天晚上的时候，本来大家约好要去吃，八个哥约大家去吃宵夜。那天是我20岁生日。20岁生日。对，然后八哥就说：“哎，收工之后大家全部去吃饭，帮我庆生。”对，然后结果我说好好去啊，结果他到最后他跟我讲说：“阿健老师，我看我不想去庆生了。”我们两个去吃宵夜好了。真的假的？主动邀约他，邀约我去吃宵夜。那我说好，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陆女孩子就是很直接、很直率。我们到了一个咖啡厅以后啊，他点什么东西吃，你知道吗？鸭头，他吃鸭头，生日哦，啃鸭头这样。第一次跟一个心爱的男生吃鸭头吗？对，因为我们的咖啡厅就是到晚上也可以吃东西，然后也可以叫啤酒，因为南京就是鸭子很有名，对，所以下酒的一定就有鸭头。那我是因为这样子被他这种个性吸引了，我瞬间我变得好年轻，我对他就很有好感。那个时候。阿健老师一直以来，从我的印象中，就是以前录影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就是刚刚雨妮形容的，他其实真的很少去搭讪任何人，他很认真，他会就坐在他的 keyboard 前，然后就是准备接下来要录影，就是因为他很负责任这样子。对啊，所以他绝对不是没有看到你，但早知他那天如果说会遇见你的话，他一定会特别 settle 一下，有没有？是不是？对对。哇，真的哦，那这是天作之合，这是老天爷安排好了。可是雨妮现在也在很多综艺节目上面会看到嘛，那你怎么会变成大嫂团第三代？还是还有你有一个名称叫做豆花，人妻界豆花啊，对，人妻界豆花妹妹，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台湾，没有朋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录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去，然后很多制作人都会看到，就说你太太那么漂亮，要不要来上我们谈话性节目？后来就慢慢的进入演艺圈，制作人有眼光。那所以除了演艺工作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现在？现在在当瑜伽老师，然后我有一间自己的瑜伽教室。这是他的梦想，
做瑜伽老师，他想当瑜伽老师哦，真的、嗯，所以演艺工作反而是有一点误打乱撞，然后就是陪着老公去露营。对，当然露营很快乐，可以跟老公一起去露营，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更快的认识台湾。上通告其实不算是一个专业，只是目前的一个状态。那我应该要有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嗯，所以我就开始去进修，去考瑜伽老师证照，去出国念书，然后现在有一间自己的教室，嗯，很上进，很优秀。那我们阿健老师应该优点也很多，对，很多。那、我的优点当然不在话下了。就是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好，我们今天少聊一点点，我们多讲雨妮哈，今天光环他大一点。Oh, okay, OK OK OK， 好，那我们八玉听得好快乐，对吗？很乐吗？有没有？我觉得他们的谈恋爱的故事好精彩哦。是吗？我觉得你们也很精彩吧？你跟前缘，很精彩吗？有一点精彩吗？那谁先说？你们结婚几年好了？结四年，结婚四年了，嗯，对。怎么认识？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在教会认识，但是很久以前，我高中的时候，他国中的时候，所以其实已经认识快二十年，是青梅竹马的耶。但我们都不熟。那所以前缘对八玉不是一见钟情啊？嗯，不是，不是哈。对，应该是我倒追他的啦。哎呦，你倒追前缘？嗯，一开始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个性也是比较害羞内向、安安静静，但是一直做很多事情，啊，我就对这样的男生很好奇，可是不是那种欣赏的好感，就是觉得很想去逗他，想要去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想要去惹他，就是戳他一下这样。然后被我们牧师发现了，牧师就说：“你为什么老去逗人家？”我说：“很好玩啊。”他说：“那你回去祷告看看，除了好玩之外还有什么？”在教他祷告的同时，就不时的在我耳边一直跟我灌输。对，我们后来在一起之后才发现，牧师跟他讲的跟我讲的是不同版本的，给我这边很多希望，然后给他就是给他这边就是一直 push 很多劝导，你应该要，他很多想想看嘛，出来嘛什么的。我现在走在路上，有的时候如果真的会偶尔碰到，就是有人会过来说，哎，我跟你讲，我以前参加你们非常男女，我都会先问说，那你现在？他们说，哦，我们很好，我就说，哦，那如果不懂，我就说，哦，那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因为你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撮合这件事情，他不见得是讨好的，对。那个时候前缘你已经成立你们的乐团了吗？对，成立乐团至少十年了吧。你哦、嗯，对。那其实八玉有一点点也是觉得像偶像一样，因为鼓手，然后你们的音乐真的很好听，觉得他很帅，是超级崇拜了。觉得他打鼓的时候特别帅，嗯嗯，对。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想扑上去的感觉。这个效果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嗯，我喜欢他之后，因为我已经开始做外景节目了，所以我每一次出国，我都会带东西送给他。你有感动吗？他送你这些，就是知道他的意图在哪里，很明显，就很明显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心里面觉得有点困扰，因为那时候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喜欢哪一型？然后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就是文静一点。哦，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因为后来他就是某一个晚上，就是跑来跟我告白。对哦，但这个之前只是不断的送礼物，然后就是大概没有明说，就一整年的时间在酝酿这件事情。这样，牧师就跟我讲说，他说：“哎，有时候啊，自己的幸福，女生应该要自己去追求。”对，嗯，我就打电话约他出来，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约他出来喝酒。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其实很喜欢你。然后我就说，你可以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如果拒绝我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你。然后就想说，哦，不要不要不要，是现在。然后他开始啪啦啪啦啪啦就开始讲，又讲了两个小时，对，讲到四点。但那个过程的确有让我有点吓一跳，这样就是他其实是好像都有想过了，都有全面性的分析这样子。对，因为他就不是一个盲目的，就是像那种小粉丝一样，就是哦，前缘我爱你，不是，他其实想得很透彻，他的未来是有规划，他知道你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会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可能就有一点，你就燃起了那个小小的火苗，这样爱苗。但是最后之后他想了两个月，对，后来我还是跟他，然后拒绝我了，嗯，还是拒绝了，还是拒绝了。然后我还问他说：“哦，那为什么呢？”你还很镇定这样子吧？对啊，我想要知道原因。有大哭两个月吗？没有。然后他就说：“我就是对你没有 feel 啊，觉得我们的个性可能不会太合适。”
因为他还是认为我是比较活泼、叽里呱啦的那种。你是对啊，嗯，所以我就说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还是会很喜欢你哦、喔，嗯。然后我觉得你好有风度哦。到后面就是因为有一次就是教会的一个聚餐，然后那天我就喝比较多，然后喝完之后，然后只剩下我跟一个男生朋友还有巴玉三个人，那我们要一起去做捷运，嗯，对，然后我喝比较多，但是还没有到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居然主动去牵他的手。在那个男生的面前，然后那男生也会觉得，就是也知道说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好高兴哦。但我在当下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那个动作，然后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跟牧师讲，牧师就说：“那你去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人家做你女朋友嘛？”这牧师太妙了，这个对对对，那我就这么问他了，对，然后他就很害羞的说：“好啦好啦，我们就在一起了。”来掌声鼓励一下。这一段连我自己虽然没有陪伴，可是我就光是这样听我都觉得对啊，哦对啊，就是对啊，高潮迭起，然后没了，然后后来又好开心复活的感觉，还好你有坚持下去，要不然可能就是真的没了。阿健老师跟雨妮，那你们结婚14年嘛，所以雨妮其实来台湾之后才慢慢开始有知名度。嗯，你们走在路上，人家会认识你们吧？一定会啊。现在当然会啦。那以前我们现在出门，常常尤其到南部去的时候，因为我发觉他在南部的观众缘非常好。会追着他想找他拍照，我在南部吃很开。晚上我们好像是跨完年之后去六合夜市，然后我们就去到之后，从第一摊开始就有个老板突然就说，没有说阿健老师哦，就说那个是那个大嫂团，那个雨妮那个大嫂团呢，然后就叫我，就有点害羞，我就想说默默的低头好。结果他就拿他的东西，我忘记是什么香肠还是什么，就嘟一根到我面前说这个请你吃。对，好热情。然后我就说真的吗？请我吃吗？他就说那你跟我拍照。我就说好，跟他拍照。结果他一摊这样叫了之后，旁边人都在稀稀嗦嗦这样，因为刚跨完年那边还没有很多人，所以旁边的摊就围过来看，然后别人也把别人家的东西都拿来给我吃。哇！所以我从六合夜市从头走到尾，完全没有花钱，从头吃到尾。哇！然后他就默默的跟在我后面。阿健老师就跟在旁边而已。对啊，对，现在是很多人叫拍照，对不对？拍照，我想说拍照总该会有我了嘛。当然了，当然对啊，有啊，就是说不是麻烦你帮我们拍照，我是负责拍照那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闷，我又是高雄人，我想在高雄应该认识我的人很多啊，就居然都是认识他，没有人理我这样子。最近我发现跟他一起去儿子的学校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儿子的同学就说那是阿健老师，那是阿健老师。我突然觉得为什么小朋友怎么讲我的年纪也跟他们比较亲近，也应该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啊？原来他就是有一个天才冲冲冲的节目，对，那就是年轻人很爱看的，然后他就常被奶哥 Q 啊怎么的，所以对他现在的收视群是国小国中哦。对，慢慢培养，慢慢培养，我们领域不一样啊。是是是，哦，可是当然我相信他乐见其成啊，但是会吃味吧？不会啦，其实刚开始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现在有这个知名度，为什么？因为人家红了，就这样啊。那怎么样才是我太太？他好我也开心啊，也是这样。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巴玉跟钱元嘞，你们两位走在路上，谁比较容易被？巴玉比较多，看场合。比如说去那种潮店啊，卖鞋子衣服的，或者是去一些文青比较多的地方，都是他比较容易被认出来，或者是去参加音乐季啊，那种。哦，对啊，那是你的地盘啊。对，我通常都是去菜市场比较会被婆婆妈妈认出来。真的吗？对，后来拍戏的时候比较多年轻人会认出来，就是一些学生们。嗯哼，如果说人家都是一直巴玉巴玉巴玉。那我们都还好，钱元还好吗？对啊，像巴玉的话最近比较忙，对不对？如果以工作比例，最近比较忙，对，那所以钱元在家里时间比较多，对，嗯，对，但是就是反正在家就是帮忙照顾小孩，所以我们就互相嘛，就是如果我忙的时候，那巴玉正好不忙的时候，那就是巴玉，对，巴玉带小孩，对，让你也觉得很好，你看到老婆这么忙，当然乐见其成，对啊，就是如果我可以出去多赚点钱，他也会很开心。棒，真好。对啊。阿健老师，雨妮现在有赚比你多吗？我觉得赚的
多或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他现在不用再跟我开口拿零用钱，然后当然家里面开销最主要还是我的开销。那他现在有工作以后，他也会帮我分担一些啊。其实我觉得我老公真的还蛮棒的，就是从以前家里所有的开销，房贷啊，然后日常小朋友的学费，全部都是他在扛。然后他还想到过节或我生日的时候，或一些特别的日子，他会突然想说送我一个奢侈品，因为他觉得老婆都在家里带小孩。后来我有工作之后，并没有因为我有工作，他就停止对家庭的责任。我们所有的家庭开销，包括到现在小朋友就算去上一个小小的游泳课几百块，那个都是他完完全在负责。那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愿意对家庭负责的人，我不应该再那么白目，赚了钱还一直花他的。那看到老婆的事业起飞，我很开心，因为我看他真的很辛苦很忙了。然后这段时间我就尽量不去吵他，因为让他专心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成就对方嘛，成就对方就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嘛。还有时间做家务事吗？现在我还真的没有哎。所以阿健老师也扛吗？我扛啊，家务事。因为我家他是有心呐、啊，但是他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体力啊，一光教室就够他忙了。我老公很妙，就是其实他做饭他都没问题，但是你要让他心里开心，所以呢他就很喜欢你要跟别人夸奖一下，我老公很厉害，我老公有煮饭哦。那现在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在 Facebook 上跟大家拍照，有照片，有照片，来爱心便当，好漂亮，对，有牛肉、鲑鱼青菜、青椒、香菇，好丰盛啊，只要让他的心里舒服，他都愿意去做啦。哦，那巴玉跟前缘家事吗？对，这样听说你他做啊，听说你他不会太，他不太会做。即使我做，我也做不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同样都是在打扫一个环境，客厅或什么的，我可能觉得哦，这样子弄一弄就可以了。但他来做的时候，因为他比较细心，所以他很知道怎么样会让家更舒适。从小长大的习惯就是我很不会物归原位这件事，太乱了，所以会很乱。我可能这个东西拿了，我就放在我用完的那个地方，而不是放回我拿的那个地方，因为这样有些争执，对，有些争执跟一些冲突啦。因为我就是真的有时候会受不了。然后我也开始想说，如果他对他来说有一个舒适的家是爱他的话，那我愿不愿意为了爱他而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开始把东西放回他原来的位置，先做到这个基本，就是我们有讨论过。巴云，那你形容你觉得前缘是大男人还是他慢慢有变？以前可能觉得他有一些大男人，因为比如说他是一个对我非常体贴、细心、温柔的人，但是我会发现说，哦，原来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会想要亏我一下，比如说腮红的那件事情，就是之前，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气色不好，想要特别下手会重一点的时候，我腮红就会画比较重。然后以前他看到，就可能我们私下的时候，他看我就宝贝，你这边画的有点重，然后帮我抹开，弄得比较好看一点。可是有一次在大家面前，就是教会的朋友都在的时候，我可能下手又太重了，他就直接在大家面前笑我说，哎，你今天怎么画跟僵尸一样、啊、然后我顿时觉得好丢脸哦。后来我就有点不开心，我生气，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在大家面前笑我，我觉得好丢脸哦。然后他才注意到说，哦，原来他就是在别人面前会不小心亏我一下，那个温柔的那一面可能会收一点点，在外面的时候像要有一点，就是要有一点是我是这样子。其实你知道听你们的故事，我觉得都听不完，就想一直听下去啊。但是我们专家已经等很久了，我们现在需要再来，我们继续要聊，我们来转转发现案，我们加入专家的讨论好不好？好，来跟我走，来。好好，好，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当你看你的另外一半他的事业起飞的时候啊，你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目前我们听到两组我们今天的银色夫妇呢，他们都这个应该是
处理的都非常的好，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所以马上要欢迎我们两位专家的加入。首先这一位欢迎的是淡江大学副教授，而且超懂男人在想什么的洪英健老师。洪教授，对，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是擅长夫妻沟通的諮商心理师刘爱卿刘老师。大家好。OK， 那这个我们刚刚有听到这两家人哈，都听得出来，先生也都蛮乐见其成，看到老婆现在事业都在这个起飞，而且蒸蒸日上当中，然后也不介意做家务事等等。那但是这个在这种暖爸新好男人越来越多的同时，洪老师有什么看法？他们都是男人，他们都是丈夫，是他们都是一家之主，对，然后他们成名也比较早。对，那他们有他们对自己人生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曾经享有的一些光环是啊。那我会觉得这个随着自己的妻子呢，这个不断的在成长，或者是你知道吗，闪闪发亮的同时，其实我想那个心路历程是蛮复杂的啊，那应该很多调试的过程才对。是，以前当然那时候，我等于是他的天一样嘛，因为他就在家里面，那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他开始在忙碌以后，我觉得他陪我时间变少了，陪孩子时间也变少了，对，甚至于很少回来吃饭，所以有时候我做饭，我会先叮咛他说晚上回家吃饭，我做饭，但他不一定会回来，但是我会先告诉他，他如果能够回来吃饭，我觉得非常好；如果没回来，基本上孩子也会很难过，我也会很失望，会有这个过程。会了，一定会啊。其实不是一下子就是他做家事那么甘心乐意的，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转换嘛。刚开始以前是我做。一样嘛，他也是会挑剔我，因为他有洁癖，他也是非常细致的，他有洁癖，他就会一直说我哪里做不好，哪里做不好，我就会很委屈。我努力想要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我也不想做不好啊，我也想要做好啊，可是哪有那么多时间？我要打扫，要煮饭，要带小孩，接送小孩什么什么的。我那时候有一股赌气的那个，就跟他说，你嫌我做不好，那你做嘛。因为我以前在家叠衣服，然后叠完之后放进他的柜子，你有时候会不小心就看到他把柜子打开，把衣服全部拿出来，重新叠一遍放进去，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点难过。他当然也不会故意做给我看，他也是偷偷的，可是也被我看到，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就自己叠。”那后来觉得，这样不对，这样讲不对，那就学聪明一点，就会说：“反正你叠的比我好嘛，你叠的整整齐齐的放进去也好看，我叠的又不好看，那你叠好了。”其实是从一点一点一点，后来变成说，反正我打扫也不干净，我弄完之后你还要再弄一遍，这样浪费两个人的体力，不然你去弄好了。慢慢的就是了，对，就变成都是他做。我跟你讲，煮饭也是，煮饭他活该，因为以前我煮饭的时候，因为他在录《型男大主厨》，所以他录了十几年的《型男大主厨》，他每个礼拜都看各种大厨师在烹饪各种美食佳肴，都学会。所以呢，我在煮饭的时候，他常常就假装很资深的样子，在背后说：“我觉得这个菜你是不是加一个蒜头会更好呢？我觉得阿基师都是这样这样，我觉得这样这样这样。”后来我就说，讲那么多，你录了那么久，这么会讲，好啊，那你煮给我吃看看，看你煮的好不好啊？慢慢的，就把这件事情转给他。阿基师变成阿建师了。是是，因为有时候厨房真的不能有两个人，你知道吗？是，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我只是稍微提醒一下，叮咛一下，但是他会很不开心。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对，就是说随着夫妻婚姻关系的进展。那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要有一个敏感度，而且要很用心，随时随地在那个角色的变换当中呢，跟自己的另一半，保持很好的沟通。然后呢，即便有角色的转换，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哈，或者说在相关的一些这种，你知道吗？一些文献就是说，其实共同参与是非常重要。OK， 所以我也会蛮鼓励，就是说，虽然说，比如说像巴玉啊，或者是以宁啊，现在比较忙，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回到家里面，我觉得那个叫重温旧梦了，就回到以前那一种，过去我们在角色上的那种配合分工，我觉得会让我们的另一半，尤其是做丈夫的，我觉得那个心里面会受安慰很多。刘老师，他们这个就是我们女生当然就觉得，因为其实他们也都是能力很强的女生了。那到底就是女生如果踏出自己的家庭范围，我们在追求什么？不管是男女了，可能我们人生都在追求一个自我的认同，就是我到底我的价值是什么。那其实讲实在话，我们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都希望自己会增值，
不然我们就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不想要。对，不是说好像利益啦，其实这是人的本能，我们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就想，哎，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价值感能不能升高。那其实我刚才看你们在聊的时候其实非常轻松非常和谐啊。那如果说在家里面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话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可是因为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真实生活会柴米油盐酱醋茶嘛，还有这个，加上你们还都有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教养孩子上的一种观念上的不同，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很多不是你闲聊之中可以有的，那些那种很顺的一个氛围啦。看得出来你们感情都很好，但是自己也不可否认，今天坐在这边的就是两位太太的事业，现在是正在就是一直在还在往上攀升当中。那我们现在有个举牌题，就是想要请问两对夫妇，你们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答案，就是说两位太太，你们觉得在这些事情在发生，就是你的事业越来越好的同时，你觉得你有没有顾到你先生的感受？那做先生的也回答，就是你觉得你太太在自己经营自己事业的同时，她有没有都顾到你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有，就是太太觉得有顾到，然后先生也觉得有顾到，请举圈；如果没有，那就请举叉，请举牌。好、oh, ，OK， 我们的前缘跟八玉，哦，八玉觉得好像中奖一样，是有哎，有一个还是稳定的。OK， 就好，那 OK， 所以有的话那就好，那我们很为他们高兴，我觉得很棒，因为有没有顾到，其实是另外一半的感觉才是真正的指标哦。但是我们看到雨妮跟阿健老师这边哈，就是雨妮也觉得好像都没有完全顾到阿健老师，然后阿健老师也有感触这样。我先说了，其实我是有时候我想一想，我并没有怪他，这只是我心里面的感觉。没关系，对。因为他现在工作那么忙，他除了上通告，然后他现在，他又经营了一个教室，是真的他没有时间，我知道。但我很在乎家庭生活，我很希望他回来吃饭，我很在乎这一点。那当然，他现在工作以后又开始当瑜伽老师，他的社交圈变广了，啊，基本上这些朋友我都大概知道，都是很蛮不错的朋友，但是因为这样会占据掉他很多时间，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没有办法，所以我久而久之变成说，我觉得他在家庭这一块跟我这一块，他似乎必须要给我们很少，这是我比较在乎的。所以有时候我当然有时候我哪一根筋不对，我就会跟他会讲，你能不能回来吃饭？你能不能回来陪小孩？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因为他现在经济也比较独立了嘛，因为他也不用跟你拿钱什么的，对，有没有因为？有，对，听说最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对，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讲，不讲不行。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管去哪里玩，当然是我们两小两口很对对对。但是有孩子以后，他出去玩不一定要带我哎。他只要有孩子的话，不一定要带我。是你自己不要去。我先讲完，你每次说，如果说要出去，不管去国外去哪里玩，对不对？比方说，去美国啊，还当然会问我啦。那我说美国，那他说你已经去了那么七八次，你也不用再去了。我说好，不要去。那去巴厘岛，他要跟孩子去，我也不用去了，因为去了三四次、四五次了，我也不用去了。去哪里？因为只要我去过的地方，他基本上只是问我，他不会让我去。哪有？我跟你讲，这个我就委屈我了，因为我去年六月的时候教室开，然后紧接着就七八月是暑假，我儿子非常懂事，所以七八月都在教室帮忙，学生走他在帮我擦垫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老公也非常的帮忙，因为刚开始很多业务不上手啊什么他都会帮忙，然后到了八月底小朋友快要开学了，我突然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虽然时间上我没有办法就是准时回家吃饭或回家做家事，那我可以表示出一点我还是爱他们的，所以我决定八月底的时候筹备一个家庭旅游，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普吉岛，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好，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什么时间，五天，然后我们三个人去，然后呢他就先说好哦，等到我最后要付钱的那一刻他就算给我听，说他五天里面有几天是有工作的，如果他去的话不仅这个工作赚不到钱，他还要再花旅游的钱，所以他觉得他不要去了，所以就只有我带儿子去。那我说你确定你不去吗？他就说我确定，老婆你们玩得开心就好，因为我很怕我上了飞机的时候他又 po 一篇 Facebook 说你看老婆带儿子去旅游没有我，我真的很怕，我就说是你自己不要去的，他就说对，你们去玩得开心就好。所以那有了这一次，那我们今年八月小朋友小学毕业，
我就计划带小朋友去英国，因为小朋友就很想去，我就带他去英国。那我觉得既然有了普吉岛，普吉岛的钱都舍不得花，英国怎么会舍得？我就说那我就带小孩去了，我就直接跳过他说，那我就带 Peter 去了。因为我是去过英国，所以你不一定我一定要去，我觉得感觉是这个样子。嗯，而且最主要是说我为什么没有去普吉岛，因为我其实我的想法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这些我做这些节目，我如果不在的话，真的很麻烦。因为我是 keyboard 老师，所有的音乐在我手上，我不是找个代班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就能，就算我教他，他也不一定能够上手。所以你担心，他不一定上手，这我很为难。但我到最后，我决定让他们去好了，是这样子。嗯，阿健老师想去英国吗？我是想去啊，但是十几天，这很两难嘛，有工作跟家庭，对呀，就是很两难。好，我让专家来讲好了，来，洪老师，请。当你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时间在排列的时候，其实你要回到那个你当初您要跟他厮守一生的那个决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放弃某些东西，当然我所谓的放弃不是说好那就算了，那全部不要，不是，而是想尽办法让所有的可能性能得到最好的安顿。女生呢，要的是先生的疼爱，她要的是爱情。OK， 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就是要在那个爱的关系上去把它巩固，去保护它，去疼惜它。男人呢，他非常重视的是什么？是一种所谓的决定，他非常重视的是一个拥有，他非常重视的是一个权力的掌握。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怎么样子来尊荣我们的丈夫啊？就像也许他是英国不要去啦，哈，他因为有多方考量，费用的问题啦，时间问题，但是呢，想尽办法就是说不行，你若不在，我们去就觉得没有意思，这么虚伪的话我讲不出来。好，行，说吧。他觉得老是不去更好玩。原来是这样。他如果讲这句话的话，你知道我多开心？对啊，出去都没有关系，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情，真的。对啊，就是我觉得阿健老师很了解于你，就是说你其实，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男人他只是希望听到，对，也就感觉不一样。问题是他知道我喜欢听这个话，但他却很吝啬告诉我这些话，这真的很奇怪的事情。是。六老师，你跟于妮讲讲，对，你觉得呢？你认为呢？就是对啊，那于妮说这种肉麻的话，他讲不出来。他知道我喜欢听这个话，但他却很吝啬告诉我这些话，这真的很奇怪的事情。是。六老师，你跟于妮讲讲，对，你觉得呢？你认为呢？就是对啊，那于妮说这种肉麻的话，他讲不出来。其实我真的觉得于妮是说得出来的。其实于妮很开朗、很活泼。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人，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会有这么丰富的情感哈，很自然就流露出来。但是有时候人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累了、很疲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能以前你可以讲两三次，跟对方说你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啊，可能现在就变成啊，反正我问你一次就好了，因为他有一种身体的疲倦。但是人与人之间哈，就是如果想要关系走长久嘛，其实我们就要很注意，有时候其实破坏关系的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什么沟通技巧不好啦，又是外面有的谁，其实就是疲倦。很容易让我们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因为我身体疲倦啊，而且蛮觉得这个理由是很合理的。那其实我相信先生在家里面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可以让你回来不用再去辛劳嘛。其实先生要的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就讲一讲啊，就是啊，你看我脊椎这么痛，还有你这样帮我做了这些，我就不用再就这样一句，其实很简单一句，但是我知道有时候你会说啊，我说不出，其实你说得出来，只是有时候你很累。其实你要有信心啦，我真的觉得你是说得出来的。我也觉得，对啊，对啊。你跟刘老师一边说，阿健老师一直这样，对啊，对啊，就是说得真好，可是像心里面去了，真的是，对不对？对。如果我哪一天他帮我弄个水果，突然说哇，老公你对我好好，幸好有你。他一定会说：“你说你想要干嘛？”对，其实我会用这一招对我先生呢。我跟你讲，我会用这一招，我不能说用这一招，可是我是真的打从心里真的很谢谢他，因为坦白讲，因为常常在刻板印象应该是老婆切水果给老公吃，可是如果我先生今天真的有切水果或做什么时候，他连帮我倒垃圾，我这种你好棒。我就会把他弄得像那种张灯结彩，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那种，那可是他下次会帮我再倒，那他就心里就觉得很爽啊。对，所以你们男人要的是，
面子啊，面子。好，了解了，了解。那我们八玉跟这个乾元这一组的话，因为八玉真的就是很小女人，那这组有做到吗？这对夫妇，洪老师你觉得？我觉得他们跟那个阿健老师又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对。那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比如前些人是相对比较年轻，对不对？对。所以呢，他们确实，我觉得像我的学生在这一个世代哈，他们确实比较有那种 house husband 这种观念，对他们也会比较甘之如饴。是。对，像我在教室里面，有时候我看到那个，譬如说，你知道吗？东西很重，我就是来男生帮忙。你知道那个女生抗议哎。啊，这我也行动。但是老师为什么只有男生？我们女生也可以啊。真的、对对对，而且男生会说对呀、为什么一定要？所以我会觉得真的是世代有一点不一样了。好，他们的沟通到目前，我这样听他们的分享，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对，我会觉得哈，就是八玉跟乾元他们之间的那个就 play game 比较少。比较不会玩一些心理游戏，就是反正讲了就讲了，对。但是呢，我觉得雨妮跟那个我们阿健老师啊，因为稍微年长一点啊、然后呢那个社会化结婚的年份也多许多。我觉得那个就是说，可能看看我们怎么样把它，其实直接的沟通出来，对不对？就是说有时候阿健老师，我就是希望你多开口求我几次，对，你就直接讲啊，对。因为你不要去啊。对，我就直对，真的就像我很喜欢，我一回家我太太在家，可是有时候她礼拜一到礼拜六全部比我忙，我回家我一个人真的是独守空闺啊，我也受不了，但是我很想说，你能不能比我早一点回来，或者我们一起回来？对，我以前讲不出来，现在呢？我现在开玩笑电视上都讲了，对的。洪老师有进步，很棒，进步，对对对，一定要讲啊，是不是？不要玩游戏，对哈，八玉都很直接吗？都会嘴巴甜，讲很多。对他比起来，他真的比较直接。他就是对我不开心的也蛮直接。对，然后如果是赞美，就是也很直接。那像我觉得这就跟我以前的生活是很不一样。对，就是以前很不习惯这种被直接的赞美，所以会有点觉得很别扭，这样，然后就有时候会赞美，然后觉得真的吗？很奇怪。有时候他在家里面要准备出门，然后他穿好一身衣服的时候，就像今天这样子，然后我看他就说：“你好帅，你真的好帅，我现在就要扑上去，你真的好帅。”然后他就会露出腼腆样子，我就觉得他更可爱。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问他说：“我说那。”我这样赞美你，到底有没有开心嘛？他就说有啊，蛮爽的啦。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个自己的那个情绪，是开心的，可是好像又不能，又不想表达的这么直白。但就是我喜欢他的样子。像他跟他的家人就很常抱抱。对啊，对。可是像我就很难跟家人抱抱。他们家就是比较会做很多事情，然后比较少说。我们家是很多说的，但是我很想问一下乾元，就是说，因为他刚才有讲，他追求你嘛，然后你慢慢能够接纳那些你以前不能很适应的，那我觉得这个先放到一边的话，那有没有什么事你后来跟他相处之后，你发觉这样的女孩其实我是会追的？交往之后，我觉得重新认识八玉，就是其实她是个很内向的女孩，然后其实她也。不是像他外表显露的这么，就是看起来就是话很多啊，感觉他一切都敢走最前线的，然后最是最前卫的，就是很夸张，表情夸张，动作也夸张，其实不是这样。然后就发觉他的这个部分跟我很合，对，就是其实两个人只是要很简单的生活，然后我们好像很喜欢去逛菜市场，对，就是我觉得透过一些生活经验。然后跟平常的沟通、聊天、讲话的过程之后，哦，原来八玉是这个样子，跟我以前认识的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个印象，这样子啊，也是你很喜欢的，对，就是真的很，所以我觉得就是牧师很厉害，一切都值得，很值得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八玉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把他心里的澎湃都说出来，他别的事情不见得，可他对乾元的所有的感觉，尤其是那个正面的，他真的不吝啬。那洪老师，其实男生通常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你们在有没有教男生几个方法如何去突破？
对，我常常就是说，我们常常眼泪是往里面流嘛，啊，因为有很多那个角色上的限制啊，传统的一些男生的角色，这个文化的因素哈。那可是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啊活在那一个角色的框架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自己受伤害，啊，其实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也跟着受伤害。我常常觉得哈，就是说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先生的，我们一定要自我突破。因为我们的孩子正在学习我们，啊，我们的婚姻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对啊，那这些是潜移默化的，你可能看不太出来。就正如说，我们其实也是从我们的父母亲那一代，然后呢学到了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也许阿静老师跟我，我们的那个年龄相仿了哈，对，但我又比他大一点了哈，都很年轻，都很年轻。对，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的父子辈，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哈，他们的那个婚姻中的那个点点滴滴哈，其实有些时候，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在旁边看也觉得啊，很多东西是可以改的，对不对？只是说当初那种感动，好像有时候随着我们进入婚姻，随着工作，随着我们年龄，好像我们也慢慢淡忘掉。我会觉得应该把它找回来，对，重新对自己有一个对话。那难道我们就不能够真的是好像揭露自己，打开自己，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一点吗？把我们的爱更清楚地表明出来吗？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也许你这么做，我想整个家就开始改变。对啊，其实就是你希望他嘴巴甜一点，你就跟他直接说啊。对，他以前很闷哦，譬如说我不回家吃饭，或我跟朋友去吃饭，他明明不开心，可是他就说好，可是他也没什么表情，他忍了一次、两次、三次。也许你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说，我觉得我这次让你去，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在家里陪我？可是他都不说，他就吞。第三次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要跟朋友去吃饭哦。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好，你去啊，你自己看看，你跟你朋友一个月吃几次饭，你跟我吃几次饭，你在家吃几次饭。”然后就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第一次就小小的提开玩笑式的小小提我一下，其实我也蛮聪明的，我听你提一下，我就不敢出去啦。对啊，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今天有专门设计一些小小精心时间，你们可以互相对彼此说话，面对面。看着彼此，手牵手，对，谁先说？我先说。我知道我们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可能很多的欢乐，但是也有很多私底下的争执是没有被看见的。我希望我们在碰到争执的时候，还是可以就是回到那个爱最初的决定，然后可以想起当初追求对方的时候，就是我追求你的那个决心，跟那个爱。那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因为我知道我们争执常常是一些生活的小事。我今年的决定就是我要在物归原位这件事情上爱你。太棒了。A 东西从 A 地拿就放在 A 地，然后从 B 地拿就放到 B 地。我希望你也可以感受到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爱，虽然可能对别人来说很容易，但是因为我从小生长习惯我养成了，然后好难改变，但我今年愿意在这件事情上爱你。谢谢你也包容我这么久。我爱你，好帅啊！又让他害羞了。你应该创下我们节目里面史上讲话最直白的一个，对不对？太好了啊！然后换我了，是。谢谢你在这段时间真的让我感受到很多的欢乐，对，那也让我就是让我在生活里面真的是有很多意外的经验这样。非常开心可以跟你走到现在，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孩，那很开心我们现在可以三个人一起生活，那在未来日子里面我希望可以在我们三个人关系里面可以有更好的相处，不要让小孩成为我们的第三者，也不要让小孩的教养成为我们的中间的困难。对，我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更顺利。我爱你。亲一下吧，要亲一下、哦，那亲两下也可以啊。哇！哇
害羞啊。好，这个就害羞了。我终于看到，因为有害羞的时候。前面一直在讲说，其实你很害羞。我想说，怎么看得出来？现在看到了，好了，好棒哦。那于宁跟阿健老师面对面，你先说，手牵手，手牵手面对面，我在看，我跟你说都可以，谁先说的？我跟你讲，阿健老师说，说完了，于宁说，于宁说，然后阿健老师想要再说，还可以补充啊，对，我们可以一直说，一直说，我们陪你们一个晚上来。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一个还不到20岁的小女生，嗯，然后在我心里面，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你不见了。20岁的时候你不见了，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也好，人都没有完美，我们并不完全，所以说我也犯了很多错误，然后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但是跟你在一起，我们结婚以后，我真的很快乐，因为你让我变得年轻，然后我觉得让我可以老得慢一点，哦，然后我以前认识你是怎么爱你，我现在还是一样这么爱你，到以后也还是这么爱你。OK， 谢谢。哎呦，好害羞哦，在大家面前讲那个，好害羞。你就当我们不在就好了，我们没有人在听。人家看看，对对，你们两个人，你们俩，对对，我们不要再听。好啦，爸爸，谢谢你。就是自从我开始出来工作之后，然后对家里，包容我那么多，对家里照顾那么多，然后我有的时候真的太累了，你有时候在我耳边讲话，我听到声音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还胡乱回答说嗯嗯嗯有有，就非常对不起。那以后我可能就是稍微把一些事情分给别人去做，然后会多花一点心思在你的身上，因为我的心一直在家里，但是可能有80%是在小孩身上，只有20%在你的身上。那我可能会把对儿子的爱再割一点出来放在你的身上，然后也希望你就是继续包容我啦，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你知道我对我自己未来也是有很多的规划，还是希望你多多包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事业怎么样，我的心都会是在家里面的。那我再补充一点，你还真有啊。我说可以的，我说可以的。你的规划里面有没有我？有吗？未来的规划？然后我有说要帮你推轮椅啊。我有说过啊。Okay. 然后我老公就说，谁帮谁推还不知道呢。那是啊，你一天到晚把你脊椎弄得都那么痛。对啊。有啦有啦，你不是说以后我们要环游世界吗？哦、OK。跟你讲，嗯。好，谢谢。谢谢啦，谢谢谢谢。对啊，其实我刚刚听阿健老师，我觉得他心里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对，嗯，有的时候我觉得先生会了，都对啊，赖鸿老师。对啊，其实确实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另一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两位，美丽的女主角哈，就是说各方面都是真的是啊、那么的棒哈。就我想做先生的，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种威胁感呢、啊。我还是回到那个一个根本的原点呢、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情。西方有个谚语说哈，说工作不会嫁给你，就你再怎么忙，工作还是工作啊，他跟你是无份的啊。然后同样的，工作也不会娶你哈、啊。所以我有刚刚阿健老师那一句话，我是觉得很同意，深得我心啊。我觉得啊，家才是我们最重要，生命中最重要的哈、啊。所以我盼望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人生的发展当中，不管我们事业工作有多么大的成就，啊，永远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人生是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一起走过去的，啊，就是任何的成就如果没有你，那些成就都是泡沫，啊，都是虚幻的。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好，谢谢洪老师，刘老师，很简单，就是常常在想。我如果今天要让我这个人看起来好的话，我不会为了凸显我的鼻子很漂亮，我就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嘛。我一定希望我的头发弄得很漂亮，我的鼻子看起来更美。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哎，对方他脸上的表情跟内心的表情是什么？其实我们一生哈，记在我们人际关系最重要就是那个感觉的记忆。其实发生什么事情的细节已经都忘了，但是那个感觉的记忆。不论他是什么理性的人、感性人，他但是感觉记忆真的可以支持我们的关系。他是个那个好像粘胶哈，可以把它粘起来。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生命当中，所有互动的每一个细节，你尽量去想那个感觉，我给了对方什么感觉的记忆。
其实只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谈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有好多好美好感觉的记忆，但是我相信在日常生活中还要继续累积，因为不能永远靠那个起初的那个记忆而已嘛，你要有很多很多积累出来的。那我相信你们的婚姻会非常好，充满了喜乐。谢谢。成功的另外一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很伟大的另外那一半，不管今天他是先生还是太太。那我自己常常跟我先生讲啊，我说你看人家喜欢我因为我是你老婆，所以呢他就好，他就会想一想，他觉得这个事实上夫妻本来就是一体，如果人家欣赏其中的一半，事实上相对的那是一个家里面的光荣。那我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女性朋友们，你们想要从事自己事业，同时呢你也可以专心的去做，然后你先生会很支持你呢。可是你要记得哦，就是真正经营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你才是真正的人生胜利组。我们一起加油，转转发现爱，我们下次见，拜拜。